6月17日，杨千嬅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辟谣与老公丁子高离婚传闻。杨千嬅全文大意如下：近日看到好多新闻报道，我看完之后觉得好无奈，好好笑，相信大家都明白，我也不需要多加解释。网络世界有好多我控制不了的事，而近期又有好多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，这都是我无法控制的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言，甚至可以将正确的信息冲走，所以出现好多不同意见和不实报道。希望大家要过滤下网上资讯的真实性，同时注意账号加密安全。随后丁子高又晒出和杨千嬅头贴头的合照，力争二人情不变。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匠心影视哦。